你直接将文件交给玲玲就行。玲姐他们在里面。除了年龄小，哪还会行？让他跟我回家。我是不完美受害者帖子的当事人，我要在你们节目上报报其名。喂，贺老师，我打车过来的，下错地方了，我现在正走过去呢。我好像哦，他可能出事了，我得去找找他。啊！住手！你谁啊你？冷静，有话好好说。贺顿，姜辉，钱开义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一个学精神医学，这心理学的事情你也可以随便打手。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了吗？进展，这不很明显吗？你和姬明聪最开始是什么关系？普通的师生关系，他让我去他家里找他，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了书房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单独做一个关于校园性侵的话题，我做不了。你越是想蹭这个热度，你越容易出错。这个女孩学习成绩并不好，但很刻苦。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太普通了，就附带了一种以卵击石的悲剧色彩。这事儿发酵确实过快。如果这件事情正是犄角出来，我怎么办？没有如果。好久不见了，装的青春，穿的这么露呗。你说这个钱开义哈，他一天没联系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钱开义可以啊，都学会欲擒故纵了。怎么说？他不会是有危险吧？他不会是出车祸了吧？也许他遇到危险了。怎么？装什么呢？那天你不是挺想的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是哪儿做的不好了？我可以做得更好。这么热闹的茶会，也不知会一下我这老头子。真没想到，在这里还遇到一位老师们，好像也没那么熟吧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正常人都会不知所措。要我说啊，帖子里这女生也太懦弱了些，只敢发这种东西。反正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，我们这种人身上的。那你们觉得会发生在谁身上？会发生在谁身上？如果这个社会他们告诉你，他们可以理解你，你是不是可以更加勇敢说出这一切？如果我说我会支持你，会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？我知道我这样想很恶毒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诅咒他们，我诅咒他们也经历跟我一样的事情。咱们俩好好研究研究，像别激动激动来了。